I know what you been through, I know what you like, I know what you like, I know you about it, when we turn off the light, that's right, I know that you want me. 出来了，很明显。会吗？你好，你好，真的。最喜欢台湾，真的。我刚刚八月才去，真的。去哪？台北吗？台北。那你结婚了吗？哎，没有。后面有两个。中规中矩的 hotel， 不错哟。哎，对，中了。这个也好吃，那个也好吃，没问题。对啊。哎，最那就是个打工的。哎呀，大学生还要开心的那么辛苦，大学生去一边去找的了两万多三万了。没有，他是经济的，他要小学费。哦，他不是专辑的，他是卖电脑的，他台湾修时间的，所以昨天是发生停电的，哎，停电他昨天一卡住了八天。这家金华冰淇淋，很多人，而且人那么多，是因为忘了下一家了。早餐都来了，丰盛丰盛。你不要最后都拍人脸，杀人。我们的部落有，我要先吃。是咖啡加奶茶。可以啊，我们来数钱数到好高兴。哦，很好喝哎。我昨天用过的。超好喝。香港第一天，阴天，但是虽然是阴天，但是可以吃很多东西。有没有很像那个香港拍电影的地方？然后我们刚刚吃的是这边金华冰厅哦，对，很好吃，赞。金鱼街也是有名的，很多金鱼。啊，夜晚你先见到食鱼。好多金鱼，再来女人街，是不是太早？感觉没什么东西开。不要掉了。谢谢。哇，香港地铁初体验，我们要去黄大仙。哇，有点。Woo!
吧。这边。超难找的停车场，在三楼这边。哇，好酷哦！很多人在拍照哎。从这个 B2 出口出来，就是直接是黄大仙庙。现在已经微微的在下雨了，因为台风。走。黄大仙这入口，有啊，大家在这边拍照。十二生肖：鼠、牛、虎、兔、兔、龙、蛇，超多点。一个十二块港币，超香，烫很蛮烫烫的，拿回去饭店吃一下。跟我妹来佐敦吃家甜品，希望不要太多人。然后我爸他们已经累倒阵亡，剩我们两个。对，两个去酒店休息，脚地板吃。对，我现在脚超胀。希望有位置。家甜品，耶、yeah, ！我们就来这个家甜品，好几年米其林啊，三年，来尝尝味道。看起来是没有排队啊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采购的原因。哦，有看到排队了，原来是被车挡到。Oh my god！来了耶，好快啊！先付款之后才会送来。有点的，椰香籽，西米，凤爪也是椰香。他那边也没有很冰，蛮适中的温度。要一直冻。哦，这是连开四家哦，难怪，难怪我弟刚刚跟我说是没有照片的。
路闯到一个超恐怖的地方，就一堆卡比啊，干超恐怖，我们立马掏出来，我一走上去，然后我想说干什么怪怪，然后全部是一那怎么全部都那个奇怪的。哇，热气腾腾。嗯，紫蛙白饭是什么？你以为要给你吗？对，什么鬼？在怎么摆一摆？没有啦，在那边你要搅一搅吗？四分之一再换嘛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要淋这个啦。哎、欸，你先把它放回去啦。是啊，哦，当宰饭呢、啊？弟弟要没有一点这个啦。然后就单独。好了，漂亮。到了广东啊，哎，到广东了呢。风不大了啊。下午啊，十二点半左右啊，八号风球。十二点半左右。你们不要出差啊。不能出去。八号啊，八号风球。哇，丰盛的早餐，早茶早茶，我们点的是普洱茶。哎、欸，他把洗碗的收走。洗碗、啊，等下看他们一定要收走啊。原来，看起来真的很好吃。炒牛河终于来了，好吃，要吃啊！你吃，
它是细的，我以为是粗的。好吃吗？还不错。现在来华新冰室，下雨天都没有开，是香港必吃华新冰室。很多人呢、欸。哇，他这后面是麻将哎、欸。嘿嘿。真的阿华天。他是抹什么？炼乳。奶油。黄油。黄油就奶油。就奶油啊。跟奶油可以。真的是。有黄油，有炼乳。这边有名的黑松露炒蛋西多士，搭去尖沙咀，我忘记有搭去尖沙咀。下就是上来，出来三分钟，看很多人啊，别惊别惊，比重庆大小好多。在二楼，在跟着那三个人走。现在都没开啊，珍妮、曲奇、聪明小熊，仅此一家。超多人嘞，好险！好要早点了。十点才开，十点才开就一堆人。好险，早点来。啊，可以进去咯，太棒了，终于开始动咯。嗯。还讲对。对。确定买到啊？很重，对，哇，顺利！那香港的欧米亚给你就是油麻芋，他准备去饭店取行李，然后要准备去机场。今天还是下雨天，所以也不能多跑什么地方。但买到小熊饼干了，终于，刚等超久，还以为它不开。香港其实也没什么好买，就是这个最著名的小熊饼干要买一下。到机场人好多，哎，要先买一个，好可爱哦，哥哥你看。好可爱哦！我们来机场吃没有吃到的烧鹅饭。昨天本来要去吃那个很有名的，结果没办法去，太疯了，超多人。烧鹅，耶！来香港要吃，一定要吃一下。好酷，看起来就很好吃啊！We used to have each other's playlists. No, no. We used to be each other's best friends. Yeah. And now we go our separate pathways. 下到，我要搭电车过去闸口。好大的，很大。
plans were always solid.